百货公司是对面那间吗？对啊，姐姐那间。还有台坦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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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上去看有什么？坦克没东西啊。对，没东西。你来了，在哪边啊？谁在放火？你。抱歉。我看你在放火。我开错枪了。你这个凶狠的家伙。不是啊，我手残而已。我把灭火。对啊，这边好多军人的帐篷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为什么我灭完火，我的那个就没了？谢谢。你的路障被火烧掉了。好烂。你放药了，真是。我放药的军事刀太高了。嗯哼。你们这边只有一等吗？啊？有木头吗？一组了。木头一组了，可以等一下回去可以卖了。要卖多少啊？我卖7000，刚卖掉了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7000都能卖掉？对啊，7000卖木头本来就很稀有了啊！你看木头卖木头的那么少，我好爽啊！木头是稀有的价值，就跟平乳一样。平乳吗？稀有的价值，真的吗？你怎么是蛮常见的？是哦，好吧，我拿到拖把了。听到 A 的人应该很少见。后面没东西。对，刚刚我来看也没东西就是了。那台医疗车你也看过？还没。我去看这台。哦，我跟在附近，有僵尸就走。后面没东西了呢，走。哎，会跟我？没关系，我可以破窗。什么？这个恐怖分子。啊，因为太小了那个窗。才一格，走，我们去玩。你怎么觉得你可以从一格里面钻出来？楼梯在这。真的，你要直接去二楼。二楼啊，一楼太多僵尸。好哦。会疯掉。弹药吗？弹药没啥用。那你要收集的哦。收集什么？你要去哪一楼收集啊？二楼啊。你收二楼。哦，那我收三楼哦。好啊。我遇到个擂台场，擂台场没啥东西，推出来，推出来。我快走步了。楼上好漂亮哦。真的吗？你不是来过吗？我拿到一次方米杠，那个橘色枪。哦。别的是 special 的那个。special 哦，红色那把信号枪吗？对啊。信号枪就蛮废的，连拆都不能拆。我拿到三个，原来它蛮废的吗？拿剑的僵尸，怎么会遇到那么奇？对啊，哪来的剑可以给他拿？莫名其妙。他说他从地上包裹捡的。我拿到布7块布，还有一个三级枪。三级枪，这边才一等而已，拿到三级枪，就拿到三级枪啊！运气好的不得了。会不会是一等的地方可以拿到三级枪，然后那个几等啊？一等拿到三级枪，两等拿到四级枪，三等就可以拿到传说。哎呦，有僵尸从天而降，而且我逃不了，快打！就是要跟他一回战术。直接拿刀就砍下去了吧，所以拿起你的红柄柴刀。红柄柴刀好像其实要捡到那些可以分解成木头的东西也没那么简单。怎么绕了几圈？对啊，木板和那个拖把都可以分解成木头。我拿到一个中包包耶。什么？对啊，又是手电筒，已经第三个了。哦，我看到一个僵尸在转圈圈，然后你就把他毙了。对，可怜啊。
医疗包，我已经不想捡到医疗包了。医疗包真的是，医疗包里面会有那个素材，我刚刚才从医疗包里面拿到。我说医疗包里面发现医疗包，很没用啊，丢到邮局。只有那个不小心中尸毒的时候会想到它而已。中尸毒之后直接包尸成绷带。说的也是，这样不是很浪费绷带吗？不会啊，我这边已经有一组，快要有一组。哎，我有僵尸。军队包里面是个空瓶子。啊？谁把水喝完了直接丢里面？军人把水喝完直接丢。有点搞笑。医疗包我不要。我也捡到医疗包。捡到一堆医疗包，医疗包会崩出来。我能不能把医疗包里面的抗生素拿出来卖啊？我只要大包包就好了。我拿一台电视。医疗包为什么可以不能卖吗？医疗包吗？早忘了。医疗包很占空间啊！你看一个医疗包就占一格。嗯哼。而且它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啊。它效果很普通哦。三楼好像收完了。是哦，二楼还在收诶。三楼比较小。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僵尸，给我装子弹拿去。我看到你了，好不爽。对哦，你在三楼吗？你在破窗。我在偷打你面前的窗户。这是狙击手。对啊。你在哪里？你在玩啥？我在玩疑似要狙击你的游戏。一组破了、欸。真的哦。你就慢慢破吧。我都两组破了。好可怕。什么好可怕啊？医疗包。希望我不会被推下去。我要把你推下去。你推不到我。对，因为我没有零底。我不理。The server is restart in 10秒，伺服器要重启了。真的假的？这款伺服器要重启？我的天哪、啊！